今年几岁啦？35。35，那么多啊，看不出来，至今使人变年轻，真的，越是越年轻。是是是，那请问一下，你刺青花了多少钱？刺青大概花了30几万。哇，更多，一只手臂就10万。刚刚那是一只手臂10万，连腿吗？没有，不连腿，就手而已。就10万。那10万。嗯，那我你我现在是就手臂跟背。真的哦，所以漂亮刺青是贵的哦。是，当然当然，这是一个艺术品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当初第一次刺青的动机是什么？第一次刺青的动机是我想跟妹妹有一个一样的刺青，因为921地震就是让我看到很多的生离死别。嗯，我想要跟妹妹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在身上。嗯，是，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就海豚，就是挑了一个喜欢的图案而已，小小的。嗯，OK， 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看他的刺青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哇，好痛哦！哇，这肯定要30万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好美！哇，那红色地方好漂亮。对啊，而且它是一个很梦幻的图案。哇塞，你太狠了！太狠！哇，暴力！对，然后你看手背这边，哇，好漂亮！然后再看这边，后面那个女神更漂亮。哇，你看这个好可爱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的天哪，还有你看国剧的人呢。哎，对，那画好，这就好好。漂亮也是吗？这我画的。你是用手画的，用笔画的？你自己刺的吗？我自己刺的，我刺了一只我，然后一只我，一只我家的，就是小妹妹，就是母鸡。但这也是刺青。这是刺青，你自己刺的，我自己涂鸦。我自己的涂鸦，这是我儿子的英文名字。哇塞，我好厉害！你们这样做，我们以后要做人家父亲的，我们没有翅膀落掉了。对呀，不会啦，好炫耀！这里有妹妹的刺青哦。流量主也做了一样事情，把儿子刺在里面，一模一样，好可爱，好厉害哦。OK， 那海豚。海豚在这里。想到你把它包覆起来。对啊。OK， 好。然后我加了3只，就是我们有4个姐妹，所以我加了3只海豚，总共有4个都到位喽。那你的妹妹跟你吃一样的有海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另外两个有没有吃？另外两个我帮他们全部抓来吃小鸡。哦，就我帮他们送给他们那个爱的礼物。他们吃，我帮他们吃。他们，你是刺青师啊？你会。我不会，就是我一点点皮毛啊。OK， 那我就是我的工作是妈妈。那他们欣然接受你的刺青吗？对啊。那老公有刺青吗？老公有刺青啊，老公就是刺青师。哦，难怪哦，难怪哦，要不然这个家庭革命就麻烦了。对啊，这个回去老公回来，哇，你谁啊？所以说这些设计图案都是你老公吗？对，还有就是我自己挑，然后跟他讨论。嗯，那他会这样吗？平跟你聊聊天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灵感的记忆就是不会，他不太想帮我刺青。哎，为什么？就是你会打他的？不是，一来他怕我痛，哎呦，他心疼，然后而且你细皮嫩肉，就是二来就我很爱在叫，哦，就啊很痛哎，哎你小一点哎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客人都不会有这些问题，我就会在那里有的没有的一大堆。哎，这是你的特权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别人有的没有的，他在叫。当初该不会是因为刺青才认识的？哎，没有，朋友介绍认识的。来，看一下人家的蝴蝶。这是多霸气！这个，这个我老公改过了。这是蝴蝶吗？这个是有点搞底下，底下呢？底下是蝴蝶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那个花仙子。花仙子，对，好可爱。不过你整个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哇哈，这个国剧的脸谱，这个很漂亮，对。哦，好像哇，好像贴纸一样，栩栩如生。然后这一个牡丹，哇，好漂亮！还有后面，人家后面的那个女的，那个仙子，那个女神才漂亮。哇，这整个刺下来，这是你整个是你老公刺的。对啊。你会不会有一天刺到最后就不用穿衣服？应该是会没味道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怕上瘾，拍了会上瘾哦。好上瘾。好上瘾！我有一个朋友就是，如果是漂亮的刺青，真的很上瘾，真的很上瘾啊！就是说你会感觉到那种刺激，然后觉得好像就是跑步，然后跑到满全身都是汗，那种舒服感。是，我就说我一个朋友，他不算道上的，但是他全身刺满，然后他说有个好处，就没有洗澡，大家感觉不出来脏脏的。我乱讲，开眼界了，厉害。